好的，我们等待现实时间的第二天，然后这边的这个第三幕的任务啊将会开启。那下一步的话，我们前往这个蒸汽鸟报社，就是我们这个声望系统这里啊。那下一步，我们按照任务指引来到我们遗迹上面这个传送锚点，然后这里的话，我们往这个西北方向跑。在这个下面的话有个光点啊，找回我们报社的东西。接着这边的选项选择灰盒这一个啊，这个威胁性。那这个宝箱呢是避开的啊，大家开一下。接着我们前往下一个地点，大家打开地图，来到我们刚才这个传送锚点，接着视角往这个东方向。这边的话，我们将怪物清理完毕后，然后这个宝箱啊也是必拿的。那现在我们已经拿了两个宝箱了。接着我们继续按照任务指引，我们来到山上，然后这边的话往这个东北方向跑。啊，这边的话有一堆这个鱼人众。好的，现在的话我们往这个南方向。找一下我们这个鱼人众啊，在这个大门这里。好的，下一步的话，我们继续回到报社这里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提交一下这个任务。那这边的选项的话，大家选择这个古老的发条吊坠盒，然后选择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按照任务指引来到这边的这个七天神像，视角的话往这个西方向。风景真好。那下一步的话，我们来到下面海底的这个传送锚点啊，如果你没有开启的话，大家去开一下。我们来到这个海底的传送锚点。过来之后，我们视角往这个北方向，我们进入这个遗迹。那这边有两条路，我们选择左边这一条，然后这边有个光点，然后开门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要去我们寻找这个研究资料啊，咱们先跑过来。啊，你可以看到前方的话有个梯子，我们从这个梯子啊爬上去。那我们要找的这个资料啊，就在这个箱子上面。好的，这边的话要我们去打一下这个鱼人众啊，有两波，大家先清一下。清理完毕后，我们操作这个大炮。这个大炮的话，你先往下面移格，然后再攻击啊，一直按就可以了，按回车键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找一下这个机器人对话，将我们的核心啊放入这个控制台。那下一步，我们将视角往这个西北方向。往上面跑啊，不要往下面跑。上面的话有一个这个山洞啊。好的，我们回到了我们这个分担亭，找一下这个主编对话，然后这边有一段的剧情。做完的话，我们今天这个任务啊，就到这里。